家里有吸烟或者有老人孩子的，什么都不养，也要养一盆白掌，又叫一帆风顺。放在卧室不仅有助于睡眠，还能吸收空气中 80% 的有害物质和人体排出的氨气、丙酮等废气，而且它每开一朵花，就会寓意着增添一份运气，非常好养，不需要晒太阳，浇点水就能活，千万别看价格，我怕你喜欢我。